厚就可以了，对，不要太厚，让它薄薄的。对，那好了之后，我们再把它压下来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粘的时候有几个重点啊，可不可以粘这么高？对，因为正常老师要帮你上色的话，它是用盆墙，它只能这样一吹它就掉了。那这么低可以吗？